雷组长，别说女鬼子了，就是我们，恐怕也过不去啊。曹啊，反正这够悬的，这咱就即便过去了，不死也得残废了。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日军这么重要的军事行动，会让刘志庸和萧磊同时破译？只有一种可能，田中美叶子把相同的内容用不同的密码至少发送两次，他是生怕咱们不知道他要去偷袭机场吗？ 小乔还说，美叶子的决死队快拼光了，没有几个人。田中美叶子的目标不是中美联合机场，他的实际行动在城里，我们中计了。曾营长，马上让所有人回城。可是，我们在执行李司令的行动计划。出了任何问题，我一个人负责。是。所有人听着，马上回城。是。 左侧没有埋伏，我带人掩护，你们马上回城。我怕左侧是田中美叶子故意给我们留下的口子，去了反而会中埋伏。赌一把，你带人在这牵制他们，我们从右边的小路绕过去。好，一排原地掩护。 太安静了，才觉得奇怪呢。可能又要中埋伏了。那咱们往回走吧。来不及了，自己小心点儿，别让人家爆了你的头。 大佐，来信です。
石头落下的声音。有人。果然又赌错了，现在狙击枪应该都瞄着我们的吧。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尽量躲着点儿，散开。想去见你的相好是吧？我给你这机会，走。
我们应该已经暴露了，直接赶回粮仓。但愿路上别碰见梅叶子。 雷震君，我是不会让你进城去抢粮食的。田中美叶子，你太卑鄙了！哎，老娘们，你拿对手的女人当人质，你不丢人吗？你一个死囚，不配跟我说话。啊！你倒是跟你父亲长得一模一样。来呀！她可是你们头心爱的女人。 有本事你们两个就开枪啊！雷震，你不用管我。怎么可能呢？不管你怎样，我能用心灵感受到，你心里是有我的，是爱我的。只不过现在你有你的痛苦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。 你最在乎的是感觉，我会用我们之间的感觉，帮你完成这场战争。雷震君，怎么面对你心爱的女人一言不发了？让他们两个把枪放下！放下！ 雷震，你是不是被吓傻了？我心爱的女人只有一个，她的名字叫乔曼。可是她现在人在特护病房，不是你手中这个冒牌货。雷震，你骗得了所有人。 包括天皇禁卫军上尉井上洋子，但是骗不了我。有本事我们就一起数到三，同时开枪啊！一、二，没事。 回粮库。大哥，目前已查明，那两个纵火犯化妆成我们的人，都持有刘志勇亲笔签发的特别通行证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 不用审了，拉出去枪毙！是。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不晓得呀。
回来，万将军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交给他了，一定是他泄露的，要抓，连他一起抓。不是我，把他，连同情报处所有人员，统统抓起来，挨个审问。今天我要把隐藏在情报处真正的内鬼抓出来。不是我，将军，我干什么你？别动！小島さん、軍部からです。そう、地元のを探しています。きっと何かあったのは、私調査に行ってくる。え、待って。大佐殿の命令がなければ勝手に動けませんよ。純子、閣下は今危険な状態だから早く行かなきゃ。今は閣下を助けるのが一番の時期です。では対策は？雷神を殺して。敵を撃ってやる。小乔是和美叶子同归于尽的，他死得其所。我只后悔没能亲手杀了那个女魔头。怎么样，头儿？我调查清楚了，是两个冒充国军军官的日本人，拿着刘志勇亲自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潜入警备区的。他们烧了城中仅有的两个粮库。对了，头儿。情报处现在已经被万成峰带人给封锁了，听说李司令这回要大开杀戒了。黄文树可是无辜的。来顺，说什么呢？别光想着自己，小乔昨天晚上他刚……不是老许，只有黄文树活着才能说出事实真相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你得考虑考虑头现在的心情啊。怎么没考虑心情？你这样，你得弄清楚怎么回事儿。你们两个吵着什么呀？昨天晚上不就死了两个日本人吗？来顺，你放心，黄文树的事儿一定给你办了。死了两个日本人，雷震，你到底怎么了？雷震！这都几点了啊，怎么还不走？我最近有点失眠。失眠？那也不能蹭在我这儿打发时光啊。实话实说，好几天都没听见乔妈的琴声了，还真有点惦记。我说你有事没事的，怎么老往我这儿跑？Thank you.
想好事，我之所以不让你接触他，是因为我怕他再像你师母一样，每一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。老板，我跟你不一样。 雷组长，万将军去了特护病房，临走的时候交代了，这里所有人都要甄别，确定没有可疑之后才能上岗。谢谢。你说什么？刘志勇把你强暴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 就是我刚到情报处的第三天，他这个畜生！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因为他当时还没有完全暴露，为了顾全大局，我就只能忍着。程峰，我的事是小事，先别顾着我。 你赶紧去搜查他的机密档案，一定能搜到他通敌的证据。我真的是全部锁在里面的。那昨天刘组长搜出事情了，我今天早上打开柜子一看，才发现少了两张特别通行证。 我也不晓得是哪个回事。保险柜的密码，都有谁知道？只有我晓得。刘志庸呢？他不晓得。这个柜子的密码，真的只有我一个人晓得。密码是多少？密码是我的出生年份。 和我的生日，我用的是阳历。哇，好漂亮的钢笔啊！谢谢。 这支金笔是你的？本来不是，但是昨天乔组长托招娣送给我了。乔组长说他觉得他要死了，这是他唯一值钱的东西。我本来是要还给他的。哎，雷组长，你说乔组长他会不会死啊？我觉得乔组长好可怜哦。这支金笔我帮你还给他。想一想，还有什么东西他放在你这儿了？ 没有了吧？确定。我确定。密码改了。参谋长，发现一批重要机密文件，其中最可疑的是这个。 这就是郝团长夜袭日军阵地的计划。
他怎么会翻拍照片？那晚，难道是他泄的密？ 万将军，万将军，我是冤枉的呀！啊，这样，你再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一定查出凶手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？这跟我没关系啊！这个，我终于能为郝团长。 还有几百名训练的弟兄报仇了，你，曾营长，到，把他拖出去毙了。来人，我，带走。万正峰，你要干什么？你，哎，你，万正峰，你放手！万正峰，我敢肯定是那个乔曼，哦不，是那个假乔曼干的。他利用雷震。 执行阻击任务之际，哦，他还利用那个傻乎乎的小胖子。雷震说的没错，那天晚上就是他进到你的宿舍，偷偷拍了照片，然后嫁祸于我。万参谋长，不行，等雷组长来再落实一下吧。这是我刚到情报处的第三天。 这个畜生！执行命令。这，执行命令。是，执行命令。万正峰，万正峰，你不能这样！万正峰，我们都让那个假乔曼给骗了，他就是个魔鬼，魔鬼！ 你死了，雷震，快救我呀！谁让你们干的？ 司令，你还真行，在这个时候会知道我在这儿。程峰跟了我那么多年，他都不会知道。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这支金笔，内置微型窃听器，正是因为它，贾乔曼才得知了刘志庸或黄文书的所有谈话，以及通关密码。之后。 贾乔曼利用了招娣对他的信任以及崇拜，让招娣在病房里头替他眼力会提升。我要去找刘志庸通敌的证据，你快躺下。好，乔组长，快去开会，相信他。嗯。
最后，加乔曼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那把保险柜的钥匙。通过他对黄文书的了解，他很轻易地就猜出了保险柜的密码。 这一切就是整个故事的原委。我相信你的推理，不过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是小曼做的。您说的对，不过您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我会让乔曼亲口告诉您这件事情的原委。汇报完毕，我走了。等等。 这颗子弹可以救你一条命，也可以救万成峰的性命。我不希望成峰成为十一兵团的罪人。司令放心，我一直拿成峰兄当做自己兄弟来看，我不会让他变成十一兵团的罪人。 报告！司令，一小股日军从城东塌陷的城墙冲了进来，北吴警备营击退。好，报告司令，城南阵地已被日军攻破，守备三团的官兵已全部退守城内。这可怎么办呀？上副司令有消息吗？还没有。继续联系，一旦联系上，通知他，必须牵制住南侧工程的部队。是。 司令，这里已经是日军炮火的攻击范围，请立刻转移。司令部不能转移，军心不能动摇。程峰，你马上接管情报处，记住，通讯不能断。请司令放心，我已经布置好了。好。对不起。 雷组长吩咐你不能离开这里。为什么？我是囚犯吗？对不起，这也是为了你的早日康复，进去休息吧。怎么回事？报告长官，前面水管炸坏了，正在抢修，请你稍停。 这边，长官，前面很危险，我们正在清剿日军流程小股部队，请您绕行。 护士，护士，不要慌，停电了！不要乱，怎么回事啊？大家不要慌，怎么回事？把所有伤员带进病房。护士，不要慌，把所有的伤员带进病房，快点！不要慌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，这边走啊，来。
过来帮我一下吗？好的。雷震，あなた来信に惚れているの？どうしてここに？忘れたの？ここで働いてたの？小组长，我来给你送药了。隠れて。小组长，我来给你送药了。进来。